今日嘅信息咧就系专注喺神，因为专注喺自己啦。希望大家都系选择专注喺神嘅身上。专注喺神咧，其实系蒙福嘅，因为神会凡事祝福。但系专注喺自己咧，就会有好多各样嘅问题嘅。譬如呢个人咧，望咁敏啊，眼金眼定定咁样望住个异性啦，咁样。咁其实系佢专注喺自己嘅啫，即系我想得到佢。佢咪谂住我祝福佢，即系我想得到乜嘢？或者專注喺自己問題啦，冇人愛我啊，我又冇用啊，我係最蠢啊，我成日都失敗啊，人蝦我，我最可憐嘅。其實咧，專注喺自己咧係一個無底深潭，永遠都走唔出嚟嘅，係好辛苦辛苦。咁啊，點解要咁咧？其實係人嘅習慣。但係咧，當我哋真係肯行喺神嘅路咧，就真係專注喺神咧，成個生命就改變。第一咧就係人好容易專注喺自己嘅問題啊，多數人咧。很多人總注目在自己的問題，即是多數人都是注目在自己的問題，多數注目在自己，我要什麼，我要什麼，即是這個圈即代表多數人，這個少數人，不過他少數人就發光了，少數人專注在神，是少數人的，這個是說基督徒，基督徒很多都是專注在自己的問題，自己的需要，不過他都有信靠神，親近神的心，所以他仍然是基督徒。如果他完全沒有信靠，他根本就已經不是基督徒了，完全 100% 專注在自己，根本就不是基督徒。但是他可能心裡面有些少空間給神的，但是多數人呢，即多數人都是注目在自己，少耶穌的位置是很少，但是呢當我們注目在神，這些少數人發出亮光，在這個世界上影響最大的就是這些少數的人，求主幫助我們能夠專注在神的身上，這個是一個不容易學的習慣來的。我們待會看看為什麼人很容易呢專注在自己啊。首先就是人和神，神和人是完全不同的。以賽書55:9有經文，我們一起讀，天怎樣高過地，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過你的意念。天啊，高到幾高呢？不講天啊，就是講這座大廈已經高過我們很多很多。如果這座大廈或者講一個山，太平山，就是太平山在山之中，即是細山嚟嘅啫，係咪？有啲山真係高到不得了嘅，高到咧你上到去會有呢個咩？嗰啲叫咩症啊？高山症啊！高山症咧，你上到去真係你行快啲咧，你會覺得暈暈地嘅，即係個空氣稀薄啊嘛。咁咧，即係嗰啲已經係好細嘅，因為地球都係呢個太陽系中最少嘅，喺呢個宇宙嚟講。神嗰種高度係我哋無法想像，因為佢嘅智慧、佢嘅愛，無論邊一樣，佢嘅聖潔、佢嘅光明、佢嘅容忍、對人嘅容忍，呢啲全部都超越我哋所有人嘅想像。即係佢係完全高過我哋，人咧係總喺地下嘅、地上嘅，所以人嘅意念咧成日製造問題嘅，成日都話點解咁多問題咧？就係、是、哎呀，佢又唔中意我，佢又嬲我，佢又成日揞我，佢又要求我。即係總係呢啲嘢嘅，人就出啲咁嘅嘢。就算基督徒都係會咁嘅，即係我去過幾間教會，幾間教會都有好多爭執嘅，即係人都會好多時會爭執啊。就算傳道一樣係會一樣，生命裏面一樣會破口。咁所以我哋知道，原來個問題就喺邊度咧？因為我哋係人有罪性啊。如果我哋係去到天堂嗰時就冇問題啦，但喺地上咧，我哋總係有呢個問題。呢個係一路跟住我哋，咁但係我哋盡量去拆解呢樣嘢。盡量咧個思想放喺神嗰度，讓我哋改變。專注喺自己，即係諗啲乜嘢咧？人點對我啦？哎呀，佢又唔理我啦，又唔睬我啦，又唔幫我啦，即係成日諗人點對我哋咧，自然係會有困難嘅。或者人同我講乜嘢嘢？哎呀，佢又講，哎呀，又話唔中意我，又話，哎呀，講埋啲負面嘅嘢，又講大話，呢樣嗰樣。咁我哋諗嗰啲咧，其實呢啲我哋知道就得㗎啦，唔使再諗嘅。但係人好容易會諗嘅。係冇人對我好嘅，即係事實上人係唔會真正愛人嘅，即係就算有愛心嘅，係有限度嘅，唔會係全然嘅真心嘅愛人。同埋咧，人好多時會諗，哎呀，我係受害者，人哋對我唔好嘅，或者我有咩困難咧，好多困難啊，好難搞啊，好唔掂啊，好多煩惱啊，咁呢個咧就係專注喺自己啦，即係呢個係好多人都會咁做嘅，專注要做咩嘢咁，專注喺神咧就，哇，神成日愛我。咁呢樣係一個事實嚟嘅，神真係永遠愛我哋。但係好多人話係咪真㗎？係咪真係神咁愛我哋咧？呢個係聖經所講，亦都我哋可以經歷到嘅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成日呢個係最有力嘅
嘅即係能夠得力嘅方法咧，就係神而家愛緊我，神好中意我嘅，我做所有親近神嘅，神都中意嘅，我遵從神，神都中意，咁嘅人就輕省啦。神實際地幫緊我，佢喺度幫緊我喎，佢有奇妙計劃，佢要提升我喎，喺困難佢都會幫我，有困難唔緊要嘅，一困難即刻話神你會幫我嘅，同埋神欣賞我嘅努力，我努力去做嘅嘢。神好欣賞嘅，我任何為神而做都欣賞嘅，咁咧就係專注喺神啦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唔係好難嘅啫。神愛緊我，神幫緊我，即係我哋有一個真係一位好愛我哋嘅神。嗱，專注喺自己會有咩後果咧？啊，唔開心啊！嗱，呢個好自然嘅。點解咧？專注喺自己人嘅裡面係乜嘢咧？好多困難啦，我想要嘅得唔到啦，人對我唔好啦，嗱，人注目就係呢啲嘢嘅。就算佢好，咁佢又話：，我叻過人啦，咁又變咗驕傲噶咯喎。人專注喺自己咧，真係專注喺自己，真係唔會有好嘢出嘅。即係專注喺自己嘅時候咧，佢一係就驕傲，一係就自卑，一係就睇到啲困難，所以就會唔開心啦。或者專注喺，嗰啲人對我唔好啊，我想要咧得唔到，唔想要咧有，或者唔中意某一個人嗰件事，樣樣都唔中意，即係。專注喺自己咧，就會有呢啲嘅問題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學習脱離嗰種嘅捆鎖啊，而係咧開始去睇到神。但係點解人會專注喺自己咧？咁有幾個原因。第一個就係你縱壞嘅孩子啦，因為點解咧？縱壞咧就係我要乜嘢，我要乜嘢，即係我要啊。嗱，其實呢個叫做awareness will 呢個知覺論啊，大家其實我以前講過嘅，不過大家可能。唔係好記得嚇呢、这個，一個咧就是 I act， 我做乜嗱？呢、这個就係專注就喺、是、嗱，有啲人咧就淨係注目喺我自己做乜啦，我點樣睇法？我 think 嗱，我佢呢個知覺論咧，我知道乜嘢，然後咧我點樣可以溝通我自己？咁咧，但係呢個如果人嗰個自私嘅觀點睇咧，就係、是、睇到人嗰種嗰四方嗰幾方面啦。第一就係、是。我做乜？第二咧就係我嘅思想係乜，然後咧就係我要乜，然後咧就睇先 ，I want， 然後最後一個 I feel， 最後一個 I sense， 我身體感覺到乜嘢？如果一個人咧淨係注目喺自己呢幾樣嘢咧，咁佢就會話咩咧？我要做乜？我要做咩幫為咗自己？我諗佢嘅思想如果係冇神嘅話咧，佢就諗我好難搞啊！啲人對我唔好啊，世界好困難啊！我 think 咁啦 ，I sense 我睇到啲人都係對我唔好嘅，睇到啲困難嘅。然後咧 ，I want 我要多啲錢，我要多啲人對我好，我要樣樣順利。咁佢又會有困難噶。I feel 我唔開心啊，我好煩惱啊咁。嗱呢個知覺論本身係幫人溝通嘅喎。佢幫人咧，當你知覺嘅時候，但係我哋當然學習去點樣提升啦，就唔係淨係嗱一個提升咗嘅知覺輪點樣咧？我 act， 我知道嗱，我所做嘅為神做，神就歡喜啦，我能夠做去祝福人。咁咧 ，I think 我就會以神嘅思念、神嘅思想係最好嘅，我就跟從神嘅思想啦。咁咧，然後咧 ，I sense 我睇到人係唔好，人有困難，不過我就會想幫佢啦。我咧 ，I want。我唔就係 want， 唔係就要我啲嘢喎，我要神嘅心意。又 I sense， I feel， 我感覺到我唔開心，不過我靠耶穌可以喜樂。咦，靠耶穌喜樂到喎，我開心咗喎，感謝神，我就開心啦咁。即係呢個咧係可以知覺而有提升嘅。不過如果人淨係停留喺自己咧，就會有呢啲問題啦。就係縱壞嘅孩子係點嘅咧？咩都要我要，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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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點樣對我？當成日都要人點對佢咧，佢就會失望，佢就會唔開心。同埋佢大個都係咁嘅，對老公老婆啊，對周圍嘅人啊，都係我要你做乜嘢？或者人嘅罪性，所以人會專注喺自己啦。或者受咗傷害又會喎，受唔好得到醫治。咁呢個都係我哋需要醫治嘅。譬如細個俾人鬧得多，冇人中意我，所以咧一有朋友即刻捉實呢一類嘅人咧，太過捉實啲朋友咧，啲朋友會走咗去嘅。點解咧？點解你尋日點解唔揾我㗎？你我成日等你電話等咗好耐啦，你都唔打電話俾我嘅。咁我人哇乜我識咗你之後哇日日都要打電話俾你㗎，咁係好大壓力咯咁樣。咁嘅時候咧，佢咩即係佢因為佢太過冇安全感啊，受傷害啊，佢受咗傷害，好想喺人嗰度得到多啲安慰嘅時候咧，亦都係會產生問題嘅。缺乏安全感就係嗱呢度佢嗰度寫英文寫滿曬，咁我呢度加咗啲中文喺度咧，我又唔夠聰明，又唔夠好，又唔夠靚，又唔夠才幹
所以覺得不夠好，不夠好的人呢就覺得很想找些人，很想捉實想要的東西來給自己安全感，或者想得到更多，我有多些錢，有多些錢，有多些食物，吃飽一點，吃肥一點，那就好一點，就是這種的觀念，以前就有，現在開始的人開始改變，知道不是吃肥一點，就是人專注在自己身上都有不同的原因，每一個人不同的，那你自己問一下自己，是因為我小時候種壞了，我有時是父母種壞，有時自己種壞自己，為什麼種壞自己呢？哎、我都不想讀書了，在那攤在那裡、我都看電視，即是自己種自己，我想要什麼我就做什麼，這個就是自己種自己，有沒有這樣，或者我們的罪控制我們，是不是受了傷害一直都沒得到醫治，那些人家罵了我們一直都受傷害，或者經常覺得自己不夠好，或者我要得多一點得多一點，所以經常都注目在自己想要的東西。聖經講到在末後日子很多人就是這樣專顧自己的，提摩太後書三章二節，一起讀，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，貪愛錢財，自誇狂傲，放毒，違背父母，忘恩負義，心不聖潔，又第四節，賣主賣友，任意妄為，自高自大，愛意樂，不愛神。這裡講到人呢，即是在末後日子，人要專顧自己，經常掛著自己，其實這裡全部都是自我的，你看留意一下，不過有些我黃色那些就比較強烈一些，我顧自己，我想得到我自己的東西，我要得到多些錢歸向我自己名下，我可以有多些錢用，自誇我厲害過你，即是自卑的人會想自誇要厲害過人，狂傲他 很狂的驕傲，他覺得他好過人，毀謗人踩低人，因為他想踩低人來抬高自己，違背父母他就不肯順服父母，不肯、孝順父母，他就違背父母，人家對他好他又不記得、忘恩負義，心不聖潔，因為他喜歡自己做自己，心裡犯罪，賣主賣友，即是他不看重神不看重人，所以會出賣人，任意我要什麼我要什麼，我要想得到什麼，自高自大我厲害過人，愛意樂享受我享受，不愛神願意愛神，神就是即是我們愛神，愛神的時候我們願意，即是我們的心歸向神就會改變，這裡講到就是末後日子是這樣的，那我們現在發覺人真的那種的、失控啊，自我是很強的，那尤其有些地方是更加強的，在美國呢我見到真的那種人性那種、那種的、驕傲啊，或者是那種憤怒啊，是很強的。我形容一下一些，其實香港呢，以前呢我小的時候那些小朋友真的很單純的。到我開始做牧師的時候呢，我開始曾經呢在、一個教會呢做學生工作呢，那些學生真的很純，整班學生一起就即是在報道會一話信耶穌，全部一起全部一起信了。那我們那些團契撞撞聲全部滿了人。是很單純，那是個個禮拜呢他們有上午班和下午班的，我就中間吃飯，我吃飯的時候他們放學來，因為我上午班 下午班那些就在他們未上堂之前來了聚會，又下午班、上午班那些他放學來，又下午班呢就未上學之前來，那下午班那些先了，那他們來了，來中間那一陣我就吃飯了，由下午班呢等先唔係，然後上午班嗰啲放學就嚟啦，上午班放學嚟啦。咁咧，佢哋話俾我聽，葉牧師啊，我聞到你啲飯香味好肚餓啊。不過佢哋都唔去翻屋企先喎，佢哋走嚟團契，坐曬喺度去聽聖經。嗰時另一個牧師都話：你成日都係講聖經㗎，你即係咧佢哋咧好多係活動啊，但係佢見到我成日都講聖經，我真係覺得聖經咧係俾我力量啊。咁嗰啲學生真係好好好中意嘅，佢哋成日都會特登走嚟傾偈啊，我又會幫佢哋嘅信仰啊，係啲傳契又好快增長，即係嗰陣時做學生嗰陣真係同而家唔同，而家啲咧成日都係打手機，哇！成日嗰個思想完全咧係控制曬啊，專顧自己啊，即係而家個情況咧就係佢成日都顧自己，因為太多嘢吸引啊，即係呢個世代同以前係好唔同，好唔同。嗰陣時我哋稍微關心下嗰啲小朋友，啲小朋友噏噏聲走嚟，真係好容易帶佢信耶穌，但係而家真係難好多。你睇翻呢度先嚇，
咁你哇呢、這個經文有咩睇到神嘅屬性呢？當人嘅唔好，相反就係神嘅屬性啦。神就係專顧人嘅，佢專係關心人嘅，佢成日付出嘅，佢成日體諒人嘅，佢又會感動人嗱。佢咁嘅屬性，佢又感動人去關心人喎，將人改變。因為人嘅本質一定係為自己嘅。人都話，即係中國人都話咧，人不為己，天诛地滅。即係人就覺得我唔係自己，邊個幫我呢？咁人當然要照顧自己，但係人即係淨係自私嗰種又唔同啦。咁但係神咧就會感動啲人望我，有啲人真係去到宣教俾人殺死啊，去到宣教咧啊，即係好多問題產生啊。但係咧，佢哋都依然去宣教，呢個就係放低自己，即係神感動佢哋。咁呢度睇到神有咩屬性啊？我成日讀一讀嚇，神愛和顧及所有人。神會審判專顧自己的人，專顧自己的人需要悔改。嗱，呢度就係神咧，就愛人啦，顧又會顧人啦，同埋感動人去顧人。又嗰啲專顧自己，神會審判，神都有公義聖潔嘅一面喎。而嗰啲專顧自己人咧，我哋需要悔改啦。如果我成日都諗住自己咧，我哋求神幫我哋去悔改啦。咁第一樣我要明白就係專注喺乜嘢就未咩影響嘅。如果你想買嘢咧，買咩呢？你就個心猛咁諗，哎呀，我幾時買咩嘢咧？咁你嗰日成日就諗住嗰樣嘢，因為我自己都會經歷呢樣嘢。當你諗嗰樣嘢，你想買嗰樣嘢，你就猛咁睇呢度，喺嗰度一路諗落嚟諗去，買呢樣啦，買嗰樣好啦，咁樣即係會嗰樣嘢就專注喺嗰樣嘢上面嘅。咁啊，兩個方面，一個就專注喺自己啦，就會點咧？被自己嘅思想情緒影響啦，就會俾人影響，因為成日睇住人啊嘛，就俾環境同埋世界影響啦。咁所以就好多煩惱又俾人影響啦。專注喺神就點樣呢？思想更新喎，即係同神嘅關係好啦，個人就輕省啦。思想更新有屬靈嘅力量，又進入神嘅奇妙計劃，係完全唔同嘅。即係我記得我一信主嗰時咧，即刻我就覺得神好好，我就好中意睇聖經啦。我就向周圍嘅人傳福音，跟住我哋教堂又出去傳福音啦，帶我哋去。咁我就好興奮去學習，一學習一出去一傳，發覺咧神就俾我智慧口才，即刻講嘢咧好流利。是之前不是這樣，之前是窒口窒窒的，但是神就賜給我改變，即刻整個人思想不同了，即刻有喜樂平安，日日都很開心，有屬靈的力量幫助到人，一路一路進入神的奇妙的計劃。這個就是我當時一信主立刻很大改變。有些人說我不是那麼快改變，那怎麼辦呢？其實不要緊，只要我們開始給神改變就可以，一樣一樣改變就可以了。有什麼地方留意到需要改變，我們就求神去幫我們改變。一有改變，即係感謝神。嗱，呢個都係神嗰種心態啊，做啲咁多啱嘅，神就歡喜啦。一杯涼水，神都歡喜，所以我哋就好正面啦。嗱，專注者自己變咗個人會變得點咧？啲問題越大嘅喎，嗱，唔係專注咗自己就會啲問題搞掂，係唔會搞掂，反而成日都落即係不斷嚟啊，即係所有問題不斷咁嚟。叫做乜嘢咧？四個字，忽然間初頭一諗到，但係忽然間諗唔到，即係咧係源源不絕啊！我再源源不絕，即係啲問題咧，噹噹聲係咁嚟。點解？應該係呢啲人，應該係嗰啲人，應該係自己內心，應該係身體，應該又失眠，應該又煩惱，即係總係有呢啲咁嘅問題嘅。咁嘅時候咧，亦都咧係好似總不滿足喎，轉為自己咧，硬係。因為聖經有講到嘅，即係你人想要得到嘅貪錢，得到錢唔會滿足嘅。你越多唔代表滿足嘅，唔係得到嘢，即係話追求世上嘅嘢咧就會滿足。其實佢係唔滿足嘅，同埋佢更加冇力嘅喎。專注喺自己人，哎呀，我好多煩惱，哎呀，我唔掂啊咁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呢個情況，或者你識到有啲人係咁嘅，哎呀，唔掂啦，哎呀，我又失眠啦，我又好煩啊，我又唔得啦，因為佢專注喺自己啊。同埋仲有一樣嘅後果啊，就係硬係講佢係佢自己唯我獨尊，人人都欠我嘅，佢哋個個都要俾啲嘢我，點解佢哋唔俾咧？點解唔做咧？點解啲人唔關心我啊？有啲人去教堂咧，總係話點解啲人都唔關心我啊？我去到教堂咧，即刻話我一信耶穌，我就開始諗啊，唔知嗰啲人唔係個個都真係信曬耶穌，我真係會咁諗喎。我自己身去教堂喎，咁我就特登咧試過有一次，我就特登留低同啲人傾偈，咦？發覺有啲人唔係咁清楚信耶穌喎。咁我又同佢一路行嗰陣時，我仲喺跑埋地，我一路同佢行到出去出邊，喺彩虹啲出邊啊，天主教墳場再出，然後又自己行翻嚟喎，即係一路同佢傾喎。然後咧，我下一次咧，我又早啲翻嚟，
睇下邊個嚟，我同佢傾下偈。我發覺好多人都好軟弱，即係我就開始去關心人。因為神俾我嘅動力啊，咁我希望大家咧就係脱離呢種自我啦。而越係自我中心嘅問題越大嘅喎。譬如我要有錢，就發覺哎呀，總係唔夠錢，啲錢又唔夠使啊，點解硬係賺極都唔得嘅咧？點解硬係咁多困難，或者哎呀啲錢又硬係咧，因為錢嘅緣故而好緊張啦。或者要享樂，啲人要睇電視啊，要玩乜嘢玩手機，睇極玩極都唔夠嘅，總係要追求更多嘅。要人對佢好咧，又硬係啲人就對佢唔好嘅。其實越係要人對佢好咧，就越失望。但我哋對人好咧，反而我哋會有啲朋友。但越係要人好嘅時候咧，希望啲人個個都咁樣鞠躬啊，個個都歡迎佢。要令我滿意咧，更加難啦。樣嘢都好難滿意嘅，想得到但係得唔到。原來就係咁嘅，呢個世界就係你越與我中心係越得唔到，因為自我係一個無底心潭，你一入咗去咧係出唔到嚟嘅。咁啊，唯一嘅方法咧就係開始放低自我啦。所以聖經講到啦，一齊讀下馬太六章24節，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，不是富者過愛那個，就是重者過輕那個。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馬嘅，知一個人咧唔能夠兩個主嘅。如果用一個比喻，以前啲人有兩個老婆啦，有啲唔知添啦。兩個老婆咧，總係有一個愛一個唔愛一個嘅，即係總之一個愛啲，一個冇咁愛嘅。咁咧，同樣當一個人咧有兩個主嘅時候咧，佢就會一係就唔中意呢個，一係就即係中意嗰個，睇重呢個輕看另一個。而我哋對神同埋錢咧，一係就睇重錢，一係就睇重神。咁當然有個比例嘅，即係嗱，譬如呢一邊咧就睇重曬神，呢一邊係睇重曬錢。咁有個比例，有個比例，到底錢喺你嘅生活中有幾重要咧？咁當我哋能夠真係越係接近去神嗰度咧，越係放手咧，個人咧就越提升，越輕省，越係去到錢嗰邊咧，或者有時唔係淨係錢，係自我，我想要乜嘢，去到嗰邊咧就越係困難嘅。咁所以其實呢個經文就講到，一係就錢，一係就神。其實咧最歸根究底咧就係自己，抑或係神，係到底你睇重自己啊，抑或睇重神？所以耶穌用呢個經文咧，係提醒我哋，我哋嘅心只能夠喺一處嘅地方嘅。咁但係有啲人話可以嘅，我又愛神又愛錢都得嘅咁。但係其實咁嘅時候咧，多數都係愛錢更多嘅，即係佢會話我愛神我又愛錢咧。多數嘅人都係其實佢嘅注目喺錢嗰度，不過愛神咧就希望神會幫佢，又希望上天堂。不過我世上嘅時候我就愛錢嘅。好啦，呢度睇到神嘅咩屬性咧？神咧係專心愛我哋嘅，神係專心愛我哋嘅，佢咧係睇重我哋超過物質嘅，佢係會感動人去真係行佢嘅路嘅。一齊讀下，神能將恩典賜給專心侍奉他的人，神看到人侍奉什麼，專心侍奉神最蒙福。嗱，其實點解我唔俾你睇先啊？等你哋諗下先啊！即係一個經文可以點睇到神嘅恩典咧？就係神會將恩典俾專心侍奉神嘅人。嗱，呢度其實係恩典嘅部分。咁神嘅屬性咩？神嘅屬性係好專一去愛人嘅，佢係愛，佢總係愛嘅。佢又能夠將呢種專一愛神愛人嘅心咧賜俾人嘅。咁咧神又會將知道邊個咧係侍奉佢咧，佢又會將恩典賜俾佢嘅。咁咧神又睇到人侍奉乜嘅？睇到你侍奉神咧，亦係侍奉錢。有好多人去教堂咧係侍奉自己嘅。佢點解咧？我啲去教堂好多朋友啊，開心啲㗎，唱完歌好開心㗎。有好多人幫我，有咩困難有人幫我，佢嗰啲諗嗰啲全部都係佢自己嘅嘢嚟嘅。有幾多去到教堂，哇真係有神喎，有天堂喎，我可以幫人，幫啲人信耶穌上到天堂喎，帶更多人信耶穌喎，我可以鼓勵人喎，有啲人軟弱可以鼓勵佢。有幾多去教堂會咁樣諗咧？係好少人咁樣諗法嘅。咁我感謝神啊，神真係俾我呢個生命，我一信主咧，我就即刻話嗰啲周圍嘅人未信喎，我真係要同佢講喎，同埋嗰啲教堂嗰啲都唔知係咪信，我就問下佢喎。問下佢哋，發覺原來有好多個唔信嘅。咁我希望大家都會能夠真係睇到我哋心裏面最緊密緊張係乜嘢啦。一係就自己坐喺寶座啦，自己做王，自己最緊要；一係就耶穌做主，是哪一樣嘅啫？我係邊樣咧？喺你嘅心中。咁我哋好多人都中意話係耶穌做主嘅咁。不過我哋睇下平日生活就知㗎啦，到底係邊樣咧？因為我哋專注喺自己咧，唔能夠同時專主為王嘅。如果我哋乜嘢都睇自己嘅時候咧，係唔能夠尊主為王嘅，咁我哋到底係咪願意咧？同埋深信呢樣嘢最好啊！
深信行曬神嘅路係最好啦。好啦，咁咧呢度即係話我哋講到就係話愛神同埋愛錢呢兩方面啦。咁呢兩方面咧可以去到極端咧，即係我睇翻呢度啊，自己最重去到極端咧。有啲人喺教堂佢可以冇唔得救喎，點解咧？佢就係諗我嚟到教堂，我有朋友嗱，有啲教會都會咁喎，佢想為咗吸引多啲人咧，就有咩咧？好多聚餐啦，好多旅行啦，有啲教堂中意玩 bingo 啦，有獎品啦，即係 bingo 嗰啲牌嗰啲數字嗰啲啦，排到啱啦，咁有獎品啦，咁咪走嚟玩啦。即係佢哋係中意呢啲喎，中意朋友啦，中意一齊旅行啦。到底佢係咪真係信耶穌悔改認罪，真係離開罪讓耶穌做主咧？有啲人未必係喎，佢根本冇親近神，翻屋企冇祈禱。我試過喺個教堂講到，我問佢哋：你有幾多個幾次會祈禱？有好唔夠一半，即係由三分之一半之間嗰度咁樣舉手，即係唔夠一半嘅，即係可能五分二左右或者仲少啊舉手。咁嘅時候咧，有可能佢自己最重要咧可以唔得救嘅。咁所以我哋知道就係話，一個人真係俾耶穌做主咧，佢會有生命嘅改變嘅。咁呢一幅圖咧就係講出啦。如果一個人嘅生命完全喺世界咧，佢係可以唔得救嘅。嗱，我哋得救係藉著信耶穌得救，信靠耶穌嘅救恩，但一定會結果子，而果子分開三大類嚇。第一類就係我哋成日讀一讀嚇，與救恩有關，與神建立關係同埋行為呢三方面。而與救恩有關係乜嘢咧？悔改離罪，信靠耶穌赦免拯救。咁呢個咧就同救恩有關，即係繼續會悔改認罪，離開罪，唔係淨係悔改認罪。有啲人成日都會悔改喎。佢仲喊喊得，覺得喊完咧，我真係真係好悔改啦！啊，我真係犯咗罪，我真係鬧咗人啊！哎呀，我真係好多罪，好多罪啊！咁佢喊完咧，佢覺得哎呀，我而家真係好好啦，而家佢冇諗到我要改啊，悔改去改，同埋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，佢先係繼續得救。然後咧，同神建立關係會親近佢啦，同埋嗰個寫住回應神嘅感動啦。嗱，點樣叫親近？有啲人中意讚美神啊，哈利路亞，感謝神。誒神話你饒恕你嘅丈夫啦，你嘅太太啦，哎呀唔得啊，佢太衰啦，唔多年乜饒恕，即係回應神啦。神話你多啲去親近我啦，佢又唔制啦。你信服我啦，傳福音啦，佢又唔制啦。即係親近神係代表即係俾神去同我哋講嘢嘅，去回應佢嘅，同埋愛神啦。有行為咧就遵從同埋侍奉呢六樣咧就係得救嘅果子啊，必然嘅果子。如果冇嘅時候咧係可以唔得救嘅。如果冇果子與神關係係可以有問題，有問題最嚴重可以失去救恩。即係或者先講到嗰個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，如果真係侍奉自己咧，侍奉金錢係可以完全失去救恩嘅，即係去到嚴重嘅地步。有啲基督徒真係佢成日諗都係諗自己嘅嘢嘅，咁嘅時候係有呢個危機嘅，所以求主幫助我哋。嗱，即係呢個經文六章廿四節、廿五節繼續講落去，一齊讀啊！所以我告訴你們，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、喝什麼；為身體憂慮穿什麼。生命不勝於飲食麼？身體不勝於衣裳麼？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，也不種也不收，也不積蓄在倉裡。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，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？你們哪一個能用絲縷使壽數多加一刻呢？嗱，呢度咧，耶穌就講到，我哋一個人唔能夠侍奉兩個主。唔能夠又愛神又愛馬門，兩樣唔能夠同時嘅，係只能夠愛一樣。然後咧，佢就講出一個情況啦，就是、因為人擔心自己嘅嘢，所以即係掛心佢自己嘅嘢，掛心錢啊，所以佢就會容易為生命憂慮，吃什麼、飲乜嘢、食乜嘢、著乜嘢。然後耶穌就話啦：邊樣嘢緊要啲咧？係你條命緊要啊，定係飲食緊要？即係人好多時會關心飲食喎。但耶穌話：你好關心飲食，但你有冇關心你嘅生命係去邊度咧？你嘅生命係咪同神有關係咧？如果你嘅生命同神有關係嘅時候，你猛咁顧你食乜嘢，都唔代表你會得到永生喎。即係點解人總係關心嗰啲食乜嘢、著乜嘢咧？同埋咧，身體不勝於衣裳啦。嗱，嗰啲人就好關心，哇！今日著得靚唔靚啊？你睇下我今日著呢買呢件衫靚唔靚啊？咁啊，會睇重呢啲喎。因為我哋嘅身體，我哋整個人嗰、那個。生命同埋我哋嘅身體，即係話三就出邊一裡面嗰個身體裡面嘅我係咪更加要照顧咧？照顧我嘅身體同埋我嘅靈魂咧？所以耶穌呢度講咧就係話係你注目喺出邊嘅嘢，因為入邊嘅嘢。咁然後咧，耶穌就講到
點解唔好憂慮？嗱，呢度好明顯屬用神嘅屬性啦。你睇啲雀仔，佢又唔會耕種，又唔會收，又唔會積蓄。嗱，呢三樣嘢啦，首先人就要種啦，要收割啦，又積蓄啦。佢話佢哋又唔三樣都唔做嘅，但係天父都養活佢哋喎。咁你哋都比飛鳥貴重，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咧？有好多人就擔心啦，即係自我咧。好多時自我留意專顧自己咧，就會擔心：哎呀，死得好慘啦！哎呀，唔開心啊！因為人對我唔好啊，咁樣就會喺用咁嘅即係生活喺咁嘅情況。咁耶穌就話啦：咁你猛咁諗，你能唔能夠加多你嘅壽命十五分鐘咧？即係個鐘頭嘅一刻，你會長命啲咧？其實唔會長命啲喎，反而短命啲喎。你一活得更加唔開心，即係你嘅憂慮擔心，你擔心嗰啲飲食。擔心衣裳到底有冇益處呢？即係耶穌呢度所講就係話，其實神會照顧嘅。你輕輕鬆鬆，有啲人話：咁你唔做啊，點解神喺天上跌落嚟呢？神就唔係話你唔做，而係話你首先相信神嘅供應，所以你嘅人就輕鬆啦，所以就唔擔心啦。神會祝福我，而我係先求神嘅國同佢義，一切交俾我，所以個人就輕省啦。咁嘅時候咧，個人咧就會神就會提升我有力量喎。好似我咁喺我屋企出，根本我冇可能啊讀到咁多書嘅。即係我自己咧，本來我讀完中學嗰陣時咧，就喺我哋學校咧就有一間銀行走嚟招募啊請員工啊，咁咧就考試嘅，咁啊20個人應徵，結果兩個收咗就其中一個就係我，咁啊收咗我咧去做啦，咁幾好嘅嗰個銀行咧，佢哋一年咧就會有人工咧係即係12個月啦，佢有14個月嘅人工啦，或者15個月人工啦，同埋年尾有花紅嘅，即係當時嚟講係非常好嘅。但係當我一知道可以升中六咧，我即刻辭咗職，我又感謝神喎，我出咗聲先，唔係我做咗先，我唔係出聲先。結果咧，我就可以繼續讀書，同埋繼續後來有機會再讀書。呢個就係神嘅供應，但係人即係根本我屋企係不可能嘅。即係原來當我哋先求神嘅國同佢義，呢一切會加俾我哋。如果我哋越喺度諗死啦！我冇錢點算咧？我擔心啊！死啦！咁嘅時候咧，反而得唔到嘅。嗱，呢度睇到神嘅屬性係乜嘢？好明顯啊！呢度係咪啊？神會養嗰啲雀仔啊！神會供應我哋，神會知道曬，同埋神會睇重我哋嘅生命多過飲食噶。但係神都俾埋飲食我哋嘅喎，神會睇重我哋生命，神會睇重我哋嘅身體嘅，佢又會睇重我哋嘅衣裳，我哋一切需用佢都睇重。當我哋肯聽神嘅話咧，反而神可以將我哋嘅壽數多加更多喎，唔係一刻添喎。神可以更加祝福嘅，所以咧擔心係冇乜益處嘅。我哋呢度神嘅屬性一齊讀嚇，神供應飛鳥和我們，應信靠神的供應，應多看重生命多於飲食，思慮不能加壽數。嗱呢度呢個咧紅色就代表冇，即係人做得唔好嘅。神嘅屬性咩？佢供應飛鳥同埋我哋啦。咁然後我哋應該點樣？我哋信靠神嘅供應，就應該睇重生命多於飲食，唔好就睇重出邊，係睇重入邊我哋嘅生命。而思慮咧係冇益處嘅，唔能夠令你長命啲嘅。咁所以如果你成日都思慮，咁你就諗我而家思慮有冇用？有冇用咧？點解仲成日思慮咧？一個平均嘅人，你估用咗幾多時間思慮咧？哎呀，點算咧？哎呀，好唔開心啊，好煩啊！你估你用咗幾多個鐘頭做呢樣嘢咧？我相信我哋大家都話好多個鐘頭，多到咧數唔到咁多個鐘頭。好啦，你用咗幾多個鐘頭讚美神，輕輕鬆鬆咧？一對比之下，咦，冇得比喎，點算咧咁？所以我希望大家咧係成日都係停留喺神嘅同在，就非常唔同，因為神係遠超過我哋嘅天怎高過地，佢嘅意念高過我哋意念嘅。好啦，專注喺自己嘅聖經例子。嗱，聖經有啲人物咧就專注喺自己喎，其中就夏娃啦，啊！因為夏娃，所以我哋受好多苦啦，係咪？夏娃同亞當，創世記3:6，佢做咩事咧？一齊讀啊！於是女人見那果樹的果子好作食物，也悅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愛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來吃了，又給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佢咧就做咩咧？哇！好食啊，好靚啊，就係專注喺自己啦。我要啊，我要啊，我要食啊！哇！食咗仲有智慧添喎。更加好啦！佢食完咧，佢仲要佢嘅丈夫都食埋。咁啊，點解佢會有呢個問題啦？佢注目喺禁果同埋禁果帶啲乜嘢？佢忘記咗乜嘢？神幾咁美好？其實佢嗰陣時嗰個世界真係好靚噶。
我而家行山行都會有枯乾嘅樹，佢哋冇枯乾嘅樹嘅。嗰陣時嗰啲樹啊，真係靚到不得了，成個即係成個伊甸園，啲花草樹木啊，啲動物啊，啲動物又唔咬佢，又唔傷害佢喎，啲蚊又唔針佢喎。嗰陣時咧，即係我唔知道啦。曾經我都諗過啲問題，到底有冇蚊嘅咧？嗰陣時有蚊咧，其實係針草啊，吸草汁嘅啫，唔會吸人嘅。但係人類犯罪之後咧，啲動物就會傷害人啦。咁咧，佢唔記得咗神幾好，同埋神吩咐唔好食，即係唔記得咗神嘅恩典同埋神嘅戒命，所以結果有咁嘅問題啦。咁另一個就係掃羅啦。阿掃羅其實做咗王啦，係咪？佢如果聽話係好好嘅喎，佢仲被聖靈充滿啫喎。不過佢又唔珍惜。當佢一知道大衛嗱，佢唔聽話嘅時候，神就高立咗大衛，佢就妒忌啦，成日諗住大衛哇人，因為有嗰啲婦女喺度唱話，掃羅殺死千千，大衛殺死萬萬，佢就激氣越激氣，哇日日喺度諗，哎呀點會殺死我殺咗好多個啦，誒大衛邊度咁叻啊？其實佢好細粒嘅啫嘛，冇咁叻嘅咁啊，但佢喺度猛咁諗，諗啊諗啊，越諗越妒忌，結果咧邪靈就進入佢裡面。嗱，呢就係聖經嘅例子，佢嘅心裏面裝滿曬呢啲嘅唔好嘅嘢，但係神係得勝嘅，佢點樣佢都殺唔到大衛嘅。好啦，專注喺自己有咩後果咧？係越嚟越捆綁啊，係綁到實曬。哎呀，好慘啊，好煩惱啦！你發覺啲煩惱嘅人係越嚟越慘喎，同埋變咗精神病喎。嗱，希望大家唔好去到嗰個位啊，因為咧由開始唔開心開始啦，至到情緒問題啦。又變咗情緒病啦，又變咗精神病啦，然後成個人咧，即係真同假都分唔到噶啦，講啲嘢咧就真真假假都唔知係真定係假，即係亂曬龍嘅，完全咧唔處理到生命嘅時候咧就好慘啦。咁嘅時候咧，佢係點樣樣咧？又冇膽，又冇力，又唔能夠講嘢，又唔能夠發揮，又被捆綁，又有罪，又被魔鬼影響，又唔進入神嘅計劃裏面，同埋成日都話我冇用，我蠢啊乜嘢？但係專注喺神咧，就越嚟越提升，所以其實個後果係非常之明顯嘅分別㗎。好啦，有啲專注喺神而得勝嘅人喎，其中一個就約瑟，一個好特別嘅例子。啊，創世記五十章二十節一齊讀嚇。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許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嗱，其實約瑟被佢呢個歌出賣，佢會唔會即刻接受到啊？接受唔到啊！而家佢屋企係俾佢阿爸好錫噶，有冇種壞咧？我唔知道啊。總之佢其實可能種而不壞啦，即係其實種咗好多啦。佢如果壞咗咧，佢去到嗰度邊度做到工咧？同埋佢唔能夠去親近神啊，佢已經未入埋怨，但係佢係冇壞到，佢係處理，佢一定處理，佢盡快處理。佢點解有呢種能力咧？未有人教佢輕鬆得勝嗰陣時。冇人教佢，佢自己神自己教佢喎。但係神教佢，佢聽話，佢聽到神嘅意念啊，收到神嘅意念。但佢聽話，有啲人收到神意念唔聽話嘅喎。神話你唔好憂慮啊，你唔好嬲人啊，又唔制喎，唔制啊，唔制啊，唔得啊咁啊。咁但係咧，佢肯聽話，佢唔轉喎喺佢賣佢嘅哥哥身上，所以佢就得勝啦。因為點解佢相信乜嘢咧？萬事喺神嘅手中，所以佢後來講呢句説話：你哋要看我，但係神嘅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佢嗰個生命。但佢係由佢嘅經歷學到呢一個真理啊！就係、是、你哋要看我，但係神有個更好嘅意思。佢睇到神喺呢一切背後做嘢，唔係神令佢咧歌出賣佢，係罪，係魔鬼令到佢嘅歌出賣佢。但係神會喺呢啲中間做嘢，即係我哋受嘅苦唔係神加俾你嘅，係世人加俾你。但係神會喺中間做嘢。好啦，另外一個就係大衛啦，真係好勁啦！一齊讀下《撒母耳記上》17:45。大衛對非利士人說：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戟，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，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。哇！嗱，呢幅圖畫當然有啲誇大啦，即係呢個哥利亞唔係高得咁緊要，不過呢、這個即係俾大家感受一下。如果你見到一個巨人的時候，他有那些矛槍呢，即是仲粗過你的手臂的。我們的手臂，他的矛槍可能仲粗過我的手臂，你想想。他的矛槍輕打你一下你已經不行了，立刻碌了在地上了。哇，但是他會相信，你來打我是靠刀槍同擊，但我打你是靠萬軍之耶和華的名，就是你罵那個帶領以色列的軍隊。神就俾佢聰明智慧同埋淡定啊！
如果大家知道，譬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啦，如果打波同鬥波，唔知道學生時期有冇試過啦？打波係會淡定好多，鬥波咧就忽然間咩都打唔到嘅。哇！佢面對呢個巨人嘅時候，佢攞住個石一打，打咗側邊咁啊唔得噶咯喎！佢打側邊嗰個巨人即刻攞起個銅牌擋住啦，即係以後都擋住啦，知道佢會打嚟啦。但佢就第一下佢都未知覺啊，行過嚟以為乜你攞啲咁嘅嘢嚟同我打啊咁啊，以為冇事，點解一打一個石一打就打正額中間，即刻就死咗。即係呢個咧，真係佢靠住神。佢當時如果睇住呢個大力士啊，嗰個手臂仲粗過佢大髀啊！佢手臂即係更加粗過佢大髀，更加大力過佢幾多幾多倍。今日捉住佢，佢係冇得走嘅。但係佢就靠住神。嗱，呢個係咪真係好勇敢啊？我哋都係嘅，我哋唔好睇小自己。如果我哋中間有睇小自己驚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話神啊，我睇小自己就係俾魔鬼擺布。我哋一定每一個都有奇妙計劃，去到神嗰度，神就會俾你睇噶啦。將來我哋個個都會睇到噶。其實我哋大家嗱，呢個多數人喺呢度嚟到，已經去到我哋人生嘅中間點啊，即係假設啦，即係大約啦，中間點。即係譬如你以後仲有一樣咁長嘅時間，都幾長噶啦，係咪？咁你諗下，你中間點，其實你前面過得快唔快啊？都幾快過咗嘅。細嗰陣時好似好耐，但係大嗰陣時好似好快喎。後面嗰橛都可能好快，可以好快過去，跟住我就變神啦。神就俾你睇啦，我本來計劃係咁噶，你本來可以咁勁噶嗱。嗰次嘅機會我俾你機會，不過你冇聽話。嗱，嗰次機會我提升你，你又唔聽話，你又猛咁諗啲唔好嘅嘢，猛咁煩。我一路感動你去倚靠神，你又唔聽話。我帶領一個人去幫你，你又唔去處理生命。咁所以你越嚟越走下坡，或者你總係起唔到。咁嘅時候你睇，哎呀！真係失咗好多機會啊！真係失咗好多機會。原來神俾我咁多機會，咁多人幫我，聖靈咁多次感動，但我全部失曬。其實大家諗翻係咪好多機會俾大家？咁但係可唔可以即係話神啊？我都可以得勝嘅，好似大衛咁啊！嗱，大衛就咁樣打仗，跟住咧佢一路提升喎，一路俾神去提升。嗱，另一個人物杏林子啊，佢95%嘅關節都係好痛好痛嘅。咁樣做人難唔難啊？佢話佢瞓覺啊，佢唔能夠瞓一個位置啊。佢因為佢瞓瞓會痛啊，佢要轉第二邊啊。佢話有時佢成晚都瞓唔到，因為點解咧？不斷痛，佢只能夠做咩咧？就企起身揼住縫牆。咁咧揼住縫牆嘅時候咧，咁咧呢度冇壓住，咁咪唔痛呢度咯。咁啊，即係揼一陣咁樣，揼一陣。即係有時佢痛嘅時候咧，佢話咧，佢形容咧有輕痛啦、小痛啦、中痛啦、大痛啦、狂痛啦。我唔知佢用咩字，唔記得咗啦，即係大概咁形容啦，或者癲痛啦，即係痛到癲咁樣，好痛好痛，即係佢真係一生人受好多苦，但係佢寫好多文章係非常好，你上網揾下杏林子啦，你會見到佢好多散文係非常之好嘅。佢講嘅嘢係唔深嘅，好淺嘅，但係佢由生活裡面睇到神嘅恩典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學習，就係睇下選擇佢選擇起落。人的本性就是專注在自己的，人就是專注的，但是專注在神就有很多福氣了，就會怎樣呢？專注在神呢，就會有更多的安慰和釋放重擔，整個人鬆了，你多煩啊，譬如他這個人，哎呀好煩，好慘啊慘，但是他看著神他就得釋放，但是他看著他慘他就釋放不到的。我們又可以享受神的同在，有神同在，其實大家經歷到聖靈可以享受的，又有主帶領你，一路帶領你，一路提升你。其實我生命中我真係好多樣嘢，我每一樣我發覺睇翻都係神嘅帶領，包括我識得我太太都係神嘅帶領。點樣喺佢神使用佢祝福我，我又神使用我祝福佢，呢一切都係神嘅帶領嚟嘅，有神嘅安排嘅，有神嘅提升。其實神真係好到不得了嘅。好啦，點樣專注呢？點樣專注喺神嗰度呢？腓立比書3:13一齊讀下。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。嗱，就係點樣啊？忘記同埋努力忘記。咁我寫咧就係要處理同埋忘記嚟，即係我而家講到主要喺忘記嗰部分，要處理咗先忘記到嘅喎。嗱，譬如嗰人鬧完你，咁我要忘記啦，忘記佢啱鬧完我，鬧得好緊要，鬧到我咩不得了啦。我要忘記，忘記咁好難嘅喎。咁要點樣忘記呢？處理
其實佢好慘嘅，佢受好多人傷害，所以佢鬧我咯。其實佢傷害我好慘，佢第日佢見神嗰陣時仲慘啊！所以我憐憫佢，我饒恕佢啦。咁呢個就處理啦。咁我哋要忘記乜嘢咧？傷害者啦，點樣處理到啲傷害者？即係我哋可以逐個分析喎嗱。譬如你翻工嗰度有 A、B、C、D、E 五個人都傷害過你嘅，咁你就去了解啦。A 咧佢就成日講人閒話，中意乜嘢啊，中意批評啊。佢個生命係咁樣嘅，咁你諗下佢嘅生活係點樣咧？佢日常生活點咧？佢翻到屋企又可能講邊個唔好，講邊個唔好，唔講你又講第二個嘅咯喎。佢總揾到啲人講嘅，就講親都係唔好嘢嚟嘅喎。咁其實佢會唔會有真正嘅朋友咧？嗱，咁你話唔係啊？佢成班人玩得好癲，但係唔代表真正嘅朋友。其實你當你一路處理嘅時候，你覺得其實佢好慘，佢慘過我嘅。其實我如果我嬲佢，我仲慘，我點解要嬲佢咧？咁我咪放手咯。或者有些人哎呀都不知道是不是他背後講過很多閒話，不知道講了多少，神會保守的，他傷我不到的，那我就處理了，就放手了，他講什麼都好了，傷不到我的。最近呢有一件事呢，其實大家之前聽我講過，有一個人物，但是神使用另一個人將那件事顯露出來，跟著呢這個人呢結果是跟我談電話的，講電話的時候呢，我的心完全是放鬆和饒恕和祝福，在我來說他看到我是 很輕省的，他來說怎樣我就不知道，是他自己要處理，但我就看到神是得勝的，就是在那件事上本來是困難的被攻擊的，但是神會，總之神會補回鍋的，神會負責回的，神會祝福回的，即一切的事的結局總是比不親近神是好好多倍的，所以我自己看到啊，感謝神，多謝耶穌，逐樣逐樣處理，有什麼困難逐樣處理，還有有些什麼罪要處理，有些什麼煩惱啊、猛疹啊、怒躁啊、淫念啊，這些都要處理，或者失敗太多，有時哎呀我很失敗，什麼都做不到，什麼做不到的時候，我看看是不是什麼都做不到，可能有些做不到，這樣都有做到啊，感謝神我做這樣，那我可以做好一點這樣呢，做這樣的時候這些都慢慢都起回的。咁有人問嗰個問題就話：咁係咪淨係處理內心，使乜都要做嘢？我梗係要做啦，兩樣，一個係處理內心，你內心有平安先做到嘢噶嘛。譬如你想改善你嘅生活或工作，咁好煩，好難改善喎。首先有平安喜樂，我輕輕鬆鬆，然後我開始留意我有啲咩做得好，我就去留意做好啲，做好啲咪一路提升咯。即係人總可以進步嘅，所以失敗好多都好，總有成功嘅地方，我就留意成功嘅地方去進步啦。有失敗到咩地方，我哋又處理啦；或者人哋比較，我哋又處理啦。係咪？其實呢個世界總有人叻過你，總有人渣過你，總有人叻過你。你點樣叻都有人叻過你，你點樣渣都有人渣過你。咁咧冇乜所謂啦。總之我哋聽話就一路提升，係越嚟越提升嘅。其實我自己細個嗰時冇機會學琴，但係神會俾我三十幾歲先有機會學琴。我自己曾經擁有個琴，不過咧，其實擁有時間又唔係好多，因為主要因為個地方冇地方擺啊。咁咧，但係咧，神俾我好多機會學習練習，以至咧，神俾我好多樣嘢都係有機會操練，或者聖靈嘅運作，或者講道啊，樣嘢神都俾我好多機會，即係神會提升啊，神都俾你嘅，你肯聽話嘅時候，同埋我哋一齊咧，繼續會進步嘅。或者自卑久啦，覺得自己唔夠好，其實總有啲好嘅地方，我哋就進步嗰啲地方。佢唔好嘅地方，我哋都話我唔夠人靚，唔緊要嘅，個個都梗有啲人靚過我，有啲人冇咁靚，又冇乜緊要。有時人就會注目喺呢啲嘢。其實我諗我哋個個曾經喺十幾歲嗰陣時會注目多啲啊。哎呀，我啲同學靚啲啊，有個人靚啲啊，我又唔夠佢靚。咁但係其實你大咗，你發覺有啲人好唔靚都有好朋友喎。原來好朋友不是在乎你靚不靚，是你怎樣對人的。你對人好，你幾醜樣都有朋友的。即是現在我們中間都沒有醜樣的人，即是我們有些什麼不夠人叻的，不夠聰明的，靠著神是一步步可以提升的。那忘記背一定要倒垃圾了，倒了就放手了，即是那些做錯的放手了，不好的放手了。這個就是即是說我們想專注在神，一定是專注在自己的部分，一定有很多垃圾清理，清理了我們才能夠去注目在神的身上的。所有的傷害、閒話、失敗感，所有這些我們都要處理。
然後點樣專注喺神呢？幾樣嘢，第一就係聖經。聖經係最好嘅，因為聖經係好正面嘅。嗱，有啲人咧睇聖經係專係睇嗰啲話，落在永生神的手裏真是可怕的。嗱，佢就睇呢啲喎。呢啲係俾嗰啲唔肯悔改嗰啲人啊，唔肯悔改嘅人。同埋咧，佢講到嗰啲法利賽人點樣差啊，點樣差。唉、哎，我係粉色嘅墳墓啊，真係咁。但係咧，你悔改咪唔係咯？神就歡喜嘅，即係聖經裏面講到憂傷痛悔嘅心，主必不輕看嘅。有做得唔好，一悔改神就歡喜啦。咁咧就注目喺呢啲嘅恩典。嗱，嗰啲警告咧都係有用嘅，就警告自己想犯罪，我犯罪落在永生神嘅手裏，真是可怕的。我犯罪咧，唔好再犯罪，恐怕遭遇得更加厲害，真係會更加厲害嘅。所以我就唔好再犯罪，唔好再諗人啦，唔好俾人影響啦。跟住咧，學習喜悅同埋忠愛慕神啊，成日都喜悅，由早到晚洗碗啊、行路啊、搭車啊、刷牙啊，成日都喺度感謝神喎。同埋咩困難都好都依靠神，咩煩惱一腳踢走，咩煩惱呢、這個人好似跳舞咁啫，一路輕輕鬆鬆跳舞。然後咧，神一定會傾福嘅，深信神會補償翻，呢樣好緊要。我自己成日都咁深信，神會俾翻曬我嘅。有人攞嘅嘢攞唔走嘅。神會俾翻曬我哋，神會俾更好嘅我哋。如果我哋聽話嘅時候，神會俾更好。咁我呢度咧就係、是、其實就係互動嘅禱告同埋行動。用一個圖畫嘅方式嚇，互動嘅禱告同埋行動。首先咧係聖靈感動我哋悔改，然後我悔改咧，神就喜悅啦。嗱，咁樣咪容易啦，係咪？咁咪正面啦。我一悔改，神就喜悅。但有啲人就成日留啊，我都係嗰日犯咗罪啦，嗰日哎呀都係唔好啦，哎呀神就罰我啦，咁我又好慘啦而家咁。咁啊，注目喺嗰個唔好嘅後果。但係咧，當我哋話我一悔改，神就喜悅，神就祝福啦，咁個人咪輕鬆啦。嗱，主咧想親近我哋喎，我一親近佢，神就中意啦，哇，神就好歡喜咯喎，神就稱讚我哋咯，又賞賜我哋咯喎。嗱，主好愛我哋，跟住我咧好中意神又愛神咧，神又中意喎。其實好容易喎，係咪啊？即係呢個主要講就係話係好容易嘅，專注喺神討神喜悅係好容易嘅。主要俾我哋力量去傳福音，如果我哋幫助任何人祝福人嘅時候咧，我哋神又歡喜啦。即係做乜嘢神都歡喜。呢個一個方法咧係容易好多，但有啲人就律法方法。我今日要睇幾多聖經嗱？應該睇聖經嘅。我今日睇嘅，不過睇唔夠。我要祈禱多啲，不過又祈禱唔夠。我今日要愛人，但愛人唔夠。我仲有好多罪，哎呀死啦死啦！我仲有好多神啊，你幫我啦，我好多罪啊咁。嗱，轉話喺自己做唔到咧就好慘噶。哎呀，我仲係未做得夠好啊，我全方唔夠啊，呢一世人都未救到幾多個，哎呀咁就好慘嘅。但如果注目喺我做乜嘢神都歡喜咧，就輕鬆啦，係咪好輕鬆啊咁樣？感謝神，我今日能夠專心聽到嗱，神都歡喜喎，神稱讚我哋唔係淨係我哋出去侍奉喎，你專心聽到感激神嘅話語，神都歡喜喎，心裏接受神就歡喜啦。總之一個意念，個意念就係神最好，神就歡喜啦。我愛神，神就歡喜啦。我做任何嘢，因為分享嘅時候有分享，神就歡喜啦。咁係好容易嘅，因為我做任何嘢，神都歡喜嘅。咁我問翻大家啦，到底大家專注喺神，定係專注喺自己？你想唔想去調教咧？調教一路去專注喺神嗰度更多，離開呢個世界嘅影響，而進入神嘅同在。求主幫助我哋省察，大家省察內心，一日之中我哋有幾多時間係猛咁諗自己嘅嘢呢？我哋可唔可以改變呢？係咪難若登天呢？難唔難過坐地呢？譬如你而家開始，而家試下啦，而家開始諗耶穌愛緊我，我一愛耶穌咧，耶穌就好歡喜啦，耶穌笑到見牙唔見眼啦，感謝耶穌，耶穌笑得好開心啦。嗱，有一日我哋去到天堂嗰時咧，你見到耶穌，哇！耶穌笑得好開心啊！耶穌見到我笑得好開心啊！點解咁興奮嘅咧？咁你話我又唔係咁好，點解神會咁興奮咧？因為神就係愛世人。你可唔可以呢一陣就話神啊，我做的咁多嘢為你做，你都歡喜，所以我會做更多。我就試下由早到晚都成日諗多啲神嘅美好，試下放低嗰啲垃圾，放低自己成日諗自己，成日俾自己鎖住。我哋太多人俾自己鎖住咗啊！仲以為覺得冇得出嘅，仲以為梗係咁嘅。喺呢陣，我哋求主耶穌釋放我哋嘅靈，我哋一齊禱告下。我哋諗翻下，我哋有啲乜嘢鎖住我哋？
有啲咩捆鎖住我哋？係咪一定要俾嗰啲捆鎖咧？係咪一定要不斷諗嗰啲人咧？係咪一定要俾佢影響咧？我可唔可以佢一開始影響我即刻處理咧？佢一開始話我即刻就處理，唔緊要嘅，唔死得嘅。而我一處理，神就歡喜啦。當我一放低垃圾，神係歡欣賞嘅喎。神欣賞我哋放低垃圾嘅。當我哋放低啲煩惱，神好歡喜嘅。嗱，我哋唔好話。哎、我很多次失敗都是很難搞的，我們說今天現在這一陣我可以做到，就即是我開始得勝。你試試這樣，我現在這一陣我想起這些傷害我的人，我可不可以放手呢？在這一陣我想到我自我的東西，我可不可以放手呢？我可不可以靠著耶穌將自我放低，我自己要的東西，我自己的情緒，我自己的捆鎖可不可以放低呢？而給耶穌做主，感謝天父，求主耶穌釋放我們的靈，釋放我們的靈，叫我們能夠輕省。這一陣我用少時間用彈琴帶領大家去思想，去將垃圾清理，將不好的清理，在你的心中有什麼鎖，在這一陣你想放低。主耶稣爱我，
神的身上，我们住在耶稣的身上，我们学习一日多次的多次的想着耶稣。多次的爱耶稣。帮助我们，注目在你的身上。多谢你。